今天是礼拜六，两个路口都很多人。不要塞在门口，不要塞在门口。今天没有那个券吗？证明证。证明证。我终于感受到他优先入场厉害了，不过我十点一入场，竟然还是没有赠品券，我还是没办法换饼干。我目测我前面大概应该不到五十人吧，应该五十人上下。不过我看他好像也没有主动在发赠品券，然后问他的时候，他就说已经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礼拜六一开场，后面就很多排艾玛斯的，还有乐舞的声优见面会。优惠奖金要他再来开一场演出了，在中间呢跟大家宣传一下，以及九片日本馆呢在每一天都准备了精彩的舞台活动，还有丰富的摊位活动，欢迎大家现场来做体验。三件的暗影师装，还有 Global Game 的高一点，干什么东西？足球小将一，优惠奖金准备去打一下，来告诉我。Oh, my God.
深究见面会，见面会的话要你要先拿入场券进得去，没有入场券的话基本上进不去。好，所以准备先找地方睡觉。等等，这种。今天刚 DJ 前面拿的这个镜子，今天舞台镜子四项就在上面。
前排第一张。哎、欸，这我的知名 YouTube。哎、欸，这么有，这么有，哎、欸，这么有。好啊，大家好，我是吴用男论。大家好，我是吴用男论。这不是吴用男论吗？这不是姚哥吗？对喽。感谢另外一边舞台，我可以先过去，先走。我先出来了。刚刚因为前面那几团都不能拍，所以就没办法拍。刚刚在表演是吉川勇啊，不过我们现在赶去三创。我跟雷神索罗，现在准备要去三创看一季帮九片 night。啊，你刚刚十三岁的小萝莉，你有拍吗？没有，太贵了。800吗？要买800。昨天700啊，因为700的毛巾卖完了，所以今天要800才能拍。哦，太贵。哦，没关系啊，反正大家有去西方九片的话，看完之后还有拍他的曲。对啊，拍他的曲不错。我13岁小萝莉很会累死。你对他比爱心，他会回你爱心。他太兴奋了，看昨天都把墙撞破。喂，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这边了，因为等一下。一方九片那边应该也不能拍，然后先这样，明天曼博还会再去一天，就大家明天见，拜拜。拜。你们也会去吗？会。OK。